较习惯的话，就尽量不要看起来。好。小有没有财稳，自己身体知道，不用年纪去学。走起的话，会跟你讲有不同的地方是，这都跟你讲是脚，一只手护着脚，一只手打护，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是，这只手打完之后，可以是这只手去射他的，打他下喉咙那边，打啊，像上次手就碰到，看到对，所以可以试着第一下打完之后手就走。黏住他，再黏住他，不用黏他。Thank you.
直接写下来，然后听了三十小时，然后三十小时后换听，然后后来听完三十小时后换，你自己再写，写了三十小时，再听的时候还是多少时间的事？有三十秒，啊，那不会累啊？我说你都不会累哦，还好，心肺的，是吗？你知道像我这样子，但我没有办法打完一回合的，你可以打完一回合，光是心肺太强是不是？没抽烟吗？我现在没抽啊。真的比赛，你也希望是至少是可以牵制人家的力量，不是去摸到他，然后他就是完全的。忘记是，那就再提示一下。全部是坏的。
好，这样念更有用。好，那多加一回合，小白章。再次，如果他真的超出你的控制，你就用手去把他停住，不用勉强，一直用脚把他停住，停住，一直停，一直不停不住，到一直转，越停越转，越停越转。啊！
我拨哪？我记得是拨你这贴嘛。通常对前踢，就踢前踢，通常都是踢人家肚子。前踢有两，大概有两个位置。一个是我现在如果是用踢后脚的话，就是要用力踢肚子。但是如果我用前脚的话，就可能踢肚子，有可能就直接踢膝盖。对啊，就像上上上上踢膝盖，像先要洗脚踢肚子，踢掉膝盖。右手跟右脚一起。这个我可能只跟你讲，但是我觉得我没练过，然后我也不知道
有一个选手，他前期我在看比赛的时候，有一个防御方式是，因为你要踢我肚子，你可能踢到这边是刚好直，到这个位置直，我只要往后退一步的时候，你可能力长进，对力量就消掉，就没输。就像我现在假设啊，我现在这距离刚刚好。那如果我现在变成距离往后退了半步，那肯定变成就没力量。所以一个防御方式是退半步之后，还是乱踢到我，但是没什么力气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抓住抓住。对，那要死了。对，对，没有，再次。现在距离又太远，所以我真的要踢到就对。对，会是这个局，所以如果真的对你要少的话，就捡到，啊，少的就慢慢这样子，然后再是抓到之后，像刚才是把我都是往外过，过两边过嘛，那这次往旁边过的时候，往旁边闪，就对，是往我这个，因为说你要打，对他的破绽是被对方，所以你要随便去过，像如果这一次讲话是，这时候就往。像我这样，如果失去重心，我队友就会输。我就打，对啊，这时候别打，别打后脑。泰拳正式比赛也是不行，后脑跟脊椎都不行。那 mix martial 啊，啊，下一个鞭腿啊。想应该喝那个水。先是下段，十下，然后再来中段，所以看最高可以提到多高？很长，看选手都可以提到比较痛啊，但不行。是如果一直拉筋是可以。我会边拉边看剧啊，可我会希望可以听到两场。最高了，这是最高。踢上去一点，跟中段差不多。那如果你再踢高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身体往后拉一点。好，做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我拉一下筋。我试过左脚，不过每次左脚甩出去，我膝盖都会痛，然后那就算了，不要练。可是膝撞又可以，可是甩的时候会痛。这是韧带受伤。韧带。韧带主要面对面就是固定骨头跟骨头之间，对，所以不用甩掉就可以拉直掉。但是你西装，因为它已经固定好，对，撞击掉就好。是拉筋的话是怎么拉？拉筋要怎么拉？就是如果我要踢很高的话，可以
成语。速成法这些往下压。诶，有我看过一个速成法，就是你去那种传统的武术馆，它有那种拉筋，然后有一派学说就说没有必要慢慢拉，一次就把它拉到位。那拉到位，你可能要想要去维持，没有办法去。哦，那拉到位，对啊，对，他那想象多恐怖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没想，我就试着。你可以吃胖一点，他吃很多哎、欸，他对他宵夜买咸酥鸡回来那一种，吃到午餐哎、欸，干好讨厌啊！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讨厌鬼跟你一样啊！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要练壮，你要一直塞，一直塞，一直塞，其实很累，对啊，瘦子很累，对啊。我在那边，神药自己吃。先打那个。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不要。我再去看了死掉了。真的真的。阿德说，阿德说原来不是，哦他不是吃啦，他说他吃初三的，那个时候就丢掉了。哦。他就直接丢到那时候。是哦。对了，把它拿去丢掉。有他那个月亮真的蛮好吃。换一边，换技术胶。可以啊，试试看。只是没有练，我没有练过，没有练过。反正就是。左手就直接不挥了，啊，不要划圆圈，好，就是要往上去划圈。右手挥吗？右手，然后右手在踢右脚之后啊，右手划圈没划到，但是左手还是没划圈。啊，对呀，没有完点，再把影片传给你。不会踢的吧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真 OK 啊！所以我右手是这样定着的。通常大部分的人还是多少会有点晃动，但再次晃动，你要知道为什么晃动，晃动，因为。这样拉的时候，力量才会出来啊。所以如果对方正破绽超大，你要用尽全力的时候，哦，可以把动作做大。但是如果平常是，就是可能要试一下。对啊，你还是要抓攻击跟防守的重点，就不要为了做出非常大力的东西，把攻击放弃。会痛，会痛，会心跳，会痛。对，算了。钻研右脚，把练左脚的时间都练到右脚。
是没打准。我现在用不觉得是在用这个去撸他。对哦。所以可以试着去扶他，晃他的马跑，然后他会是一个是往前进去，另外一个是往上跑去。通常是往前。对啊，因为最好在给你打的时候，我现在主要是也是。但是往前推，再是因为我把你往前，啊，我只会是，你会变成斜子，你就直接打，这是前，这不是上，所以是斜子。所以我拉往前是拉，过他。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帮我们去抓他？抓得到的情况？对啊，对方没有防守好的情况。那通常会有这种情况下，可是我打，你已经手掉住，对啊，可能你可以有输血。但是我可能对啊，挡住不要挡住，因为已经距离到这么近了，不要再回去走下去做。西装应该要结束。你有看昨天那个 UFC 女生的吗？嗯、在中国打、嗯，女生好像是中国一个女的跟外国，她就是最后还是抓到，还是就一股疯狂西装就赢了。UFC 有可能，但泰拳，泰拳都躺上来啊，这样子踢，这样子踢的话，他有可能会手会闪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你要到完全。踢的力量百分之百进去，其实也哦，所以你踢一下，我可以往后跳。对啊，你往后闪，或者说你的手去挡，其实你的力量都解泰拳百分之百的力量。可 UFC 不是那种全世界最顶尖的。可 UFC 他们，因为他是 mixed martial art， 所以他什么样的格斗技都可以用。嗯，但是你看他们最常出现的都是泰拳加上武术，巴西武术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这两个算是实战最好用。对啊，那可是像这个两重的一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一个像你搞不好泰拳70-80分，然后把小拳搞不好70-80分，但是跟一个完全只练泰拳的那个泰拳95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光用泰拳的规则去打，跟那什么需要的打的话，应该是打泰拳。但是泰拳的去打。都有你。你好，美丽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现在选到打主的选。我会想要练到那个有机会，因为你在练脚，所以我想要练到实战练练。啊，对，可能就是怕他嘛，三，啊，主的选。对，可能就是你也会把反击给他。啊。说我跟你对打是。对。哦。就是问出全力。真的遇到真的有要跟你对打，我这样基本一直打沙包是你感觉作用不太大。这个是不是比较薄啊？带其他不会痛，带这个有时候会痛，还是这个。